是吗？是啊，你乃伫遮。国王陛下命我在厝，命接大叔你啊。国王陛下？是啊。家境大叔，家境大叔，家境大叔，本王等候你多时了。年轻已经。 见过陛下，大叔不用多礼，快快请坐啊！大叔啊，在海上店铺，大叔可安好？文情无恙啊，想袂到昔日所见到的王子。 如今已经是国王了啊！相别几海十数年，世事姻缘多变迁，再见王子，一定大步，百姓仰望。 这船而来，在迄个末路路暂停，发现迄个国家已经受昔日佛寺统治了，但是人民平安，并无不满。哦，那你真是难得啦！是啊，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历尽多地，敬奉佛教。 百姓受王室影响，更加敬重三宝，接受教化。百姓知因果，积善业，设立佛寺的民众按纪录业，大家拢会当过上好的日子。哦，护持三宝，造福黎民，陛下真是功德无量啊！文王。 只是秉持大师教导，国号这念心做对的代志，把握当下，用心去做，如此利益啊！哎呀，现在，国号本心，那就已经接近佛道了啊！本王受益于大师。 感恩不尽，如今大师你救法圆满，自印度归来，烦请大师长留在舍利弗寺，诵法宣法，利益我国广大百姓，也令本王持地主礼，日日供养护持。 伯啊，我非常的感恩你对我的性情啊，只是我究竟处罚的使命尚未完成呢。东土的父老。
风涌未尽，经典尚未就传，不必死里复生，你印度不忘，语言也接近，大地往来是不难呐、啊。已经使命未成，为尽性命义父，辜负陛下你的好意，请你见谅啊！大师也是如此见怪，书中如意，本王唯有叹服。义经大师，虽然你不能应主设立佛事，但吾皇家老几个月啊，一方面受国王敬仰，表达心意；一方面会当等待顺风季节，遵行安全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嘞？不错，大师，请你中堂拒绝吾先生这个建议。陛下你的好意，我也不应该再给你拒绝了。呀，我就在这停留几个月，我也好利用这段时间来整理我由印度取回的环境咯。太好太好，欢迎下去。在议会园恭喜所在信任为政大师谢帝英，是感恩啊！大师安好。哎呀，吴先生安好啊。安好。啊，想讲要请问你，我拜托你甲我找个船只，要往广州，啊，什么时阵会当启程啊？这季风已起，近日便好出航，但是陛下爱我转达。希望大师你会当去留一段时间。这几个月来，受到国王隆重的礼物，本正啊受之有愧，但时节已到，是我倒转去重土的时阵了。是毋是可以麻烦先生，你就代我向国王说下？也阁有，本正若要离开的进程，我会亲自往到王宫向国王示别啦。好，既然大师心意已决，我会向陛下禀报。那就感恩先生啊。袂。看来大师取回经典，拢差不多收拾好了。大概上，拢已经拢准备好啊。好。只是，这经典对我来讲，比我的生命搁较重要。无论如何，我拢要将这环境，予伊安全，倒转去阮净土。这是国王的书信。大师，陛下传令，爱你速速入宫，有要事商量啊。
启禀陛下，苏醒到。连累，基情大师，这位是我派往大同的使臣，来，你将大同现在状况向基情大师说明。遵命，禀告大师，我三年前入主大同，彼时阵高宗皇帝明天必故，新帝李显即位，但是经过三个月就必毁。皇太后武氏李相王李旦为皇帝，由于一手掌握朝纲，将军齐景业起兵讨伐武氏，引起一场动乱。那后来？这情势是如何啊？后来虽然齐景业被平定，但是武太后鼓励国民，动用来俊臣丁克礼率亲反对势力，阿平李氏忠心。待我离开大同的时阵，风波已经是越来越细了。我听闻大同啊。家老希望难判断啊！我应当如何才能周转？正如苏醒所言，动乱将至。大师，你若是要回大同，必须爱三思啊！一旦战争啊，风云起，兵戈处处该杀。为着大师安全，请你暂留在室内休息，等待时机再回大同也未晚啊！本将自西行以来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我一心只求会当完成使命，干看。这贵风一起，会停在梦路。我只有时奈当替你放弃咧。大师，你固然无顾自身安危，但是你千辛万苦求来的经册，若是伫战乱中失散，岂不是建功尽弃啊？这何况空有经册，若是无人翻译。或者是不知道正确的意思，是要如何再动土轰团？所以请大师，你千万要珍重自己，不可冒险。吴先生所言甚是，大师，请慎重考虑。转，
对啊，感恩陛下，感恩先生的提醒。好，那本经就依恁的意思，我也就暂时搁再盘旋一段时间，等待我的国家渐渐的稳定，再找适当的时间倒回去动土啊。离开济州，还是西行以来，东华故里，纷纷离散。最后，是一个人踏上印度的土地，在达摩日底学习文理，在纳兰道士。是连救我离开印度之时，我犹原是孤身一人，困难阻碍，我不怕，孤单寂寞，我可承受，惊。只惊时不我意，大日不多。如今倒流难盼，我伫朝廷正局，我何时才能回转国土啊？够偌济时间，能得予我衣锦风华呢？回不去，回不去。虽然大同我难以回去。不能送之，空归西地，在此他乡异国，就算凭我一人之力，我嘛爱尽力来欢迎所得到的景点，才能无愧处境风化之世愿啊！我听懂。
熊啊，狗，我都必须有所托付。